我叫库尔班江梅梅蒂，今年52岁，是塞巴克清真寺伊玛目。今天斋月的最后一天，我们在这儿集中吃排骨饭，然后到清真寺做礼拜。Allahu Akbar. Allahu Akbar. Assalamu alaikum. Wa alaikum assalam. 你好吗？很好了。我们讲究最后一天是要喝壶壶的。今天是我们的入节，今天特别热闹。Allahu Akbar, Allahu Akbar。那他是那样子吧吗？Oh, sakit, guys, mana?